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天围棋》，我是杨子。今天我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10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冠军赛的32强的比赛。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丁越老师来我们讲解。丁老师好。杨子好，棋迷朋友大家好。那今天是衢州烂柯杯今年中国冠军赛的32强的比赛，也是这个第一轮的比赛。那三十二位棋手呢，是目前中国等级分排名前32位的棋手，直接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争夺战当中。那其中呢，有2位是上届的冠亚军。今天我们先讲这盘棋呢，是李维清对刘宇航的这盘棋。对，两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棋手吧。是，那本次比赛用时是每方2个小时5次1分钟5秒，也是慢棋的一个赛对，制比较标准的中国的一个赛制吧。是，这个比赛也是单败淘汰从今天开始到17号将进行5轮的单败淘汰的一个比赛。那这个赛制是非常的紧张，是每天都会进行一轮。对。等于说直接下到了决赛决赛，应该是吧？12号到17号，一共是对，5轮，对对，直接下到决赛直接下到底。对，那决出两位冠决亚赛军，的棋手，对，那也很激烈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棋局这盘棋是刘宇航的黑棋，李维清的白棋。最近棋手好像他们比赛还是比较的密集的。是因为到了这个赛季吗？还是积压到这个时间点对，因为围甲也是正好开始战斗了嘛，新的赛季那像这个比赛的这个比较密集的情况，对于棋手来说，他们是发挥的会更好，就更熟练，还是会更疲可劳？能自我也要去调整吧，体力的分配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有棋下本身就是幸福的嘛。是，那具体的可能需要自己去调整了。就每个棋手可能不一样对，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讲这盘棋，这两位棋手应该问题都不大的。这个年轻，还算年轻吧？年轻有资本，对，你看挂每天有棋下就很开心。挂角，直接挂。来的是加黑棋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战斗的一个格局了。这是二阶二阶高高架，架，新定式吗？也不能算新吧，这个棋这 AI 出来之后其实也挺多，但其实以前很早就有吧，这下法都那是这有个就是正常就是一阶高架，这个好像那少见一些。这不是应该最常见的吗？以就是前在 AI 出现之后，是不是高挂多？那也个常见嘛，高都挂有反吧？夹都有，这肯定都有，都反正有。都有，那这个二尖高夹都可以，是也可以下，还是跟场合有关系？这个不，这本身应该也是定式一种吧？应该正常的场合应该都能下，没有太要求场合吧？你这黑棋也不能说有什么好配合呀，就正常情况下就是一种定式呗。那这个白棋应该下什么？白棋实战我看是走了一个夹这里，下法好像挺还多的，是挺吗？多的吧，我第一感是压到这儿，压这压个，的话，黑棋我就尝是不是看上去这个子儿好一些？我是不是有可能中计了？反正因为第一感就是压嘛，会不会这个子会好一点，是吗？都可以，我感觉这定式应该也都能下，这个我把粘上，也都是能下都的能吧？下哈，差，我感觉都粘差上。不太多。那区别就是，其实这个子的位置是在这儿或者是在这儿。对对，这是这个图的一个区别嘛？感觉这样黑的再靠远点，应该理论上来说好一些吧？当然应该也差不多，包括这个长啊，点三三好像应该也都可以吧？点三三好像也是能下。直接点吗？就是这个。这好像也是，这好像在 AI 之前好像就有。这个好像见过，对，AI 这之个有点有眼熟。AI 之前好像就有这样的棋型。对，这样好像效率高一点。但是他多花一手棋嘛，比这样肯定要好不少。但是多花一手棋，这样减零，拖的话就战斗。其实下法挺多的，好像尖也可以，然后
飞这个好像 AI 也说是可以的。还有飞这个呢？嗯，好像应该也行。飞这个，我压吗？还是挡？一般来说挡吧。挡。就走。哎，这有点像。嗯，这骑行。有点。肯定也肯定也能下。嗯，小尖反正看上去也像是个骑行的下法，对吧？嗯，小尖就点呗。对，这两个都可以。它下发选点应该是挺多的，它实战这种它飞在这儿也是另外一种方向的选择。 嗯看上去都各有各的理由吧。然后点三三，嗯，这个实战还算简明啊，这双方这个定型。害怕。嗯，哎，看起来就是如果是我不知道这是个定式，我觉得这黑棋还挺好。嗯，如果这个子在这儿就更不用说了，那这个子放这儿感觉是挺大的。嗯，放这肯定受不了了。在这儿可能应该能都能下吧，都能下。嗯，都能下的样子。掉一个搬砖啊，搬砖，搬的话是先没有挡先顶。跳，搬一下砖上，先没粘，他先走的这个。哦，先换了一下。不过粘肯定还是大的。交换一个。他先交换，黑的跑这个，这两个如果再被走，基本上就被吃了。如果不跑，走过来应该是没有跑的，不太好跑了，应该是。嗯。但吃有点大。这样的话等于这个白棋的效率还是确实有点太高了，没法拿了已经。效率太高了。是。所以这个还是要跑吧。跑一个。然后再回到这个粘。嗯。其实白棋这个局部效率就还不错，拿掉的话长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么看还可以。对，效率是挺高的。对。那黑棋嘛，也等于说把三三点了嘛，整个先手差不多的一个棋形吧。这半区双方差不多军势，那应该差不多，这肯定应该差不多。黑棋是拆的这个，拆这个还是会觉得，如果将来被这地方逼过来，有点不舒服。嗯，这飞两下还没活，就效率不是特别满意，所以他拆这个。啊，把这个棋形的效率先给走好了。然后白棋是高挂。高挂。嗯。哎，下一步黑棋二尖高加，二尖高加。好久没见了。是。嗯。哦，是好久没见了，还是我最近棋谱看的少？好久没见了，腰刀定式。对。是 AI 出现之后，这个二尖高加就少 了。是 AI 认为这个二尖高加是从胜率上来说掉点了吗？掉点了呀。那白棋，反正以前就是腰刀就掉点了呀。就是白棋，黑棋掉点，黑的掉点，黑的掉点了。但现在不是这有一颗子吗？也掉点了。以前也走这里吗？以前就是因为有子儿，就因为这个。挂角拆回来不是以前我们著名小林流吗？对，小林流以前小时候以前学习都是大飞挂的，或者二尖高挂比较多，因为老师会告诉我们不要高挂。但 AI 说高挂好，后来就没有小林流了，就小林流我就高挂。之前也有小林流，好像 AI 说要二尖低加，这个之前吧，之前我记得是，从胜率上来说啊，二尖低加是反正我看 AI 说是一选，这个就是会掉。之前记得确实老师有讲过，这边小林流的时候高挂离对方太近，被一架，但是现在就是说走腰刀，但是这边游子也走腰刀吗？对，就也走腰刀。我以为游子黑白就跳一个拖一个呢，那腰刀如果正好提个问题，拖一个。没什么。刚好前两天也有一个人问我，就是能不能走这儿，顶，我这走什么长一个。那就不能跳嘛，跳被冲死了。哦，那个亏，我就长完我就搬进去，因为这边有个子想战斗嘛。对，反正就下嘛。但结论白棋也是。还是白棋好。对，应该是白棋至少是不差的。嗯。就黑棋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图。反正下的少，反正二尖高加其实下的就是少，现在都是二尖低加。二尖低加好像多。二尖低加。对。也走这里嘛。二尖低加下法就很多了，有走这个的，
走之前我记得黑棋就脱退了。嗯。这啊，这个好像还挺简明的一个图，脱退了再跳起来，好像下成这样，然后就不下了，也是个两分。嗯。然后还有飞这个吧，然后飞这个见和了。或者拖这个，这也有，嗯、都有嘛。嗯，就是二尖低加那个子怡比高加位置要好，是吗？就是二尖高加，你走这个，它其实区别就是能不能在这儿不能拖了，他就不好意思拖了。他拖的话，可能觉得不如这个子的位置，这样白加上黑虎在这儿啊，就是黑棋就是这样好点。黑就是想对他不想靠出来，他觉得靠出来不是说特别好。哦、想拖的话，这个子有点尴尬，这样好像不如这样，应该不如这样黑呢。哦、这颗子有点怪，刺不动。嗯，对。嗯。啊，就是跟拖有关系。但实战他还是加嘛，可能也有他是不是有新的研究了还是什么？白棋也没走这个，白棋就靠了一个。嗯、这个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啊，我感觉应该是自己的一种临时的想法吧。这是有研究的吗？我不太知道。嗯。往这靠，黑棋没应。黑棋是没应，然后飞的这个。嗯。嗯。飞了一个。黑棋会觉得如果跟着应就被借劲儿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应。应该也差不多吧。白就挡住，局部白棋也没有什么好走的了，所以还是回来拖这个。嗯嗯，那下的还是比较的扎实。这两下交换便宜了吗？不是可以也可以直接就下那边吗？是啊，是我就正常定式，应该就直接拖完了跳一下，不是漏一个也行。对，优劣难说吧。就放在这儿，就放在就也暂时不好动，可能黑棋也不好下吗？黑棋还是我不知道，这棋不想藏进去吗？没有，藏进去是不是中刀了？有可能，他这边有没有先手？玩这一架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怎么操作哈，可能所以他没敢，嗯，也许担心吧，嗯，可能你说有什么组合拳或者连扳什么之类的。嗯，不知道，但是虎这个好像，其实我觉得黑棋虎在这儿，白棋这个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？等于我脱退，你虎在这儿，然后就靠这个。这个我好像总有它的作用的，就是我就放在这儿，将来你如果补一个，我就也不怎么亏。嗯，就是一种交换嘛。适应手。对，就适应手。很，这个棋总有它的作用的，它不像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，反正就放在这儿，将来黑棋补就是一种交换，也没什么亏的。然后下一步是漏，就活了还是很清楚的，嗯，嗯，感觉白棋还行吧，我感觉白棋应该还行。嗯、然后黑棋顶住，我觉得黑棋。就顶了扳，我觉得这个棋黑棋好像效率不是很充分，攻也攻不到了，这里边味道其实不是很舒服啊。就是有了靠压靠长之后，这个黑棋味道有点差。对，但是感觉白棋实控效率也还可以，白棋那两块加起来其实目挺大的。黑棋的先招优势，反正我感觉啊不是特别明显，不知道这个定型哪一步棋的问题。要我感觉想长，但是当然也复杂了，后续是下成什么样也不太清楚。嗯，反正我觉得虎一个白棋一漏，好像白棋算是打开了局面。嗯，那黑棋下一步是跳进来，跳了一个。啊，这是一些先手交换嘛。嗯。跳的话，逼白棋虎一下，那这一方断就没有了。嗯、味道好一点哈。好一点，这样子，因为它双是先手，那这样白棋挤到这儿，这样的话还是把这断点造出来，但这样保证白棋局部不活。但是，
我不知道对局者当时怎么感觉啊，我的感觉这棋这么下，黑棋的方向其实挺逆的。我感觉黑棋这种棋其实挺痛，也不是说特别舒服，有点打架的感觉。把白棋送出去了，就是贴多了，贴多了这块棋棋形也不好啊。就有点兄弟打架的感觉在这儿吧。而且这里边虽然说白暂时没动，那感觉味道肯定是定时炸弹一样在这儿，非常的。对，这什么？就断了之类的也不知道是啥情况。反正就是这里边吧，不干不净的。但是这个好像推多了，自己这块棋还得花一手去虎一个，那虎一个本身就挺慢的。这跳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补一个？不知道怎么样，因为跳完之后就只能下成这样了，相当于就这个棋、就是、他是觉得他不好补，他可能也是想寻求咱们下棋的一种调子呀。就现在这个搬了，你搬到吗？我这个还没糊呢，尝一个。这里边他觉得没补干净吗？就是他觉得不是特别干净吧，应该是确实将来糊一个好像没吃不掉，反正奇奇怪怪的这里边。嗯，肯定不像什么，你肯定不能都点成黑棋的空，对吧？嗯，你尝一个，我可能就先点过来。这也不知道，这也不能粘，感觉粘也太重了。这不粘，那好像就没有后续的故事了。白的一旦走后了，我觉得以后这个还很现实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杀得掉。嗯，走个打劫，我甚至觉得黑的比白棋重。对，这可以。连扳这打输了，这个效率就全没了。这打劫我感觉也接受不了啊。那这么看，这两步棋交换还是挺好。就是它总有用的，就是这颗子，就是它放在这儿，就是，感觉你身上的一根刺，它也。不说对你产生多大伤害，但是你就很难受，是想拔又拔不干净，拔不干净，还刺的你浑身很难受，还挠着你。尝一个，下还挺好。但是所以这个整个定型，我是觉得白棋还挺，看上去白棋更合理一些。这黑棋感觉要顾及的东西比较多一些。糊一个、白棋也是直接做活，非常的简单。做活估计跟断也有关系，这样的话断你拐打我粘上，你好像得补，不补我一跳，是不是自己气也很短。哇，下的好稳啊，本来想有先招，又是想在这边这个可能冲击一下黑棋，他直接做就一做活了，简明啊，很简明，就满意了哈。他就觉得你还是不好补，就黑棋始终没有把握能把白棋长死吧，对吧？就现在长也感觉很奇怪这个形状。如果我就粘上，你就不打劫了。那你这。我煎完一段，这里边你能把我进杀了？感觉这个气都不太对呢。对，你说对，我好像打劫。打劫还把自己，你搞了半天，咱俩还是一个公平的打劫，那还咋下呀？嗯。我觉得白棋都可以当无忧劫看，味道太坏了。打一个呢？打在这儿是不是干净一点？那首先是吃的就小，对，一直不肯打，这么吃。首先是有点小，这怎么办？这其次还不是特别干净，恶心的很。嗯，是。反正不开心，就这么下肯定他不开心，就全围住这些，我感觉黑的也不太够吧。白的先挂角或者点三三，黑的这个控效率也不高啊。山又压了一下。所以看二阶高加好像是不能乱下，二阶高加可能是有点问题。这个靠是好棋，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？靠应该也不好借鉴吧，特殊配合。就如果是这边是一个小零流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啊，不是吗？
那有点损，他是因为黑棋这厚了才往这靠的，小溜溜你往这靠有点损啊。啊，靠对方就硬了。啊，硬啊，我就跟着你硬啊。如果对方不硬的话，比如说我就长一个，更薄嘛，啊，就长一个。他现在是觉得他这头很硬，所以他不想长嘛。如果小溜溜靠，会不会有点损？嗯。在这边厚的时候，让对方厚上加厚，对，可以选择一个靠。他是这个思路还挺好，特殊的一种选择。嗯，结果看着挺成功的。嗯，黑棋呢就觉得效率不满意，所以黑棋在撑，但是撑的话呢，白棋就直接来破坏了。嗯，讲道理，这棋下成这样，黑棋如果对白棋这块棋没有好的攻击时控，好像已经不太够了，是有点惨。这先手段，不然跳死了。但打完了就虎一个呗。攻也攻不到吧，这棋白的都快到家了。那将来这虎下来，这虎难受。这是几步，虽然是活棋，但是虎就这虎，哦，不是活棋，虎得补啊，得补一个。虎是先手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也是白棋的，白棋这虎一个也是先手，以后上面贴估计也是先手。不就算搬黑棋这两块棋加起来只有14目棋。黑棋这两块只有14目，这棋控好像就白的这个加这个角肯定已经不止黑的14目了，就白棋这个跟黑的这个比嘛，白的只好不差吧，黑的还需要一个贴目。而且从中府的情况来看，我也不觉得黑棋比白棋厚啊。嗯，白的已经快连上了，黑的这也是块孤棋，就这个棋黑棋无论从目数从厚薄来说，我觉得都是落后的一方。这个局部确实是感觉被白棋下，一直是黑棋被动挨打的状态。不，你就想哪不是下的有问题？本来黑棋小目加拆边，然后加住是3-1嘛。嗯，三打一下成这样，黑的控也没有，然后这个棋感觉还白棋更厚一点，就什么都没有嘛，白棋还更厚。还是这个地方的选择下的有问题哈。嗯，可能每一步棋可能都会稍稍的再往下掉点，我感觉。嗯，不知道长或者这个顶了扳，其实如果是他推上一排顶了扳，是不是还不如？反正其实实战的下法，我觉得思路上可能也没有特别统一吧。嗯，黑的也什么都想要，结果呢什么也都没走到。扳住。嗯，先扳住再说嘛。哇，这个虎一个好舒服，现在虎了。这个我觉得已经是。我感觉已经是知道自己落后放胜负手了。这个东西讲道理，黑棋的劫比白棋重多了吧。嗯，这个白棋打赢黑的是死的，黑的打赢反正就多吃10目棋。就是常规下法黑棋是不可能，但是忍不动了呀，他就觉得不够了，忍不动，真忍不动了。忍的话这哎，反正没心情了，感觉已经。对。但是这个从道理上来说没道理的。是白棋无忧劫。嗯，没道理的，白的有劫了，他就开始造劫财什么的。嗯，不过黑棋也想下的乱一点吧。长。要直接就开了。很早的就开了，开完劫飞这个。不走就尖死了，应该也不能消劫吧，消劫尖死这好像也。那就白棋就觉得这个劫一定能打赢了，就靠这个劫财吗？要不然这也太损了。哎，他还有劫啊，就是他觉得劫财够了嘛。黑的应该也有劫吧。黑棋就是你几是劫，你不知道你损不损。扑的。扑停。这两个太损了，其实也还好吧。点一个，也没有说特别损，我感觉。本来还想，这个将来还能纠缠一下。是有这个可能吗？送了。但是也有用，就是。提，嗯，我断一下。嗯。提掉。嗯。然后白棋是点33，哇，下的好简明，好清楚啊！就觉得这样就有优势，你满意了是吗？
那可以肯定会踢呀、啊。就，但是我感觉，反正这白棋如果想这样，黑棋怎么也拦不住。你哪怕不断，你直接开劫玩点三三，我也很难跟着你硬了。他这些都可以不走的嘛，直接点三三也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下成这样，那就这个不走不是会好一点吗？就不是走干净了吗？所以感觉不怎么便宜。只要点三三是劫财，直接点。直接点你也。但那个时候点黑的肯定会挡。挡不真的便宜啊！你能硬几个呀？挡我棋，主要你挡一下你就得找损劫。我这些不走嘛，你挡你得找损劫，我爬你还得长吧，不然我爬你不长了，你也没什么好挡的吧。那我再爬哦，也得就是你可能还得硬好几个，而且主要你硬的时候你还得找损劫。嗯，对啊，这肯定还是要弄一弄白棋，不然的话控现在肯定是不够的。这控我感觉不用点我就知道黑的不够啊，就这一条不够的。还是要想办法这个去乱中取胜啊，这个刘宇航应该也比较擅长这方面吧，这个刘宇航还是比较了解，就小时候也带过他，就棋才极好，棋感特别好的一位棋手。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丁老师是否了解这个棋手，因为听名字好像李维新大家可能会熟，也不是刘宇强、刘宇航、就是、在国内大赛当中，刘宇航成绩也很好啊，拿过一个新人王是拿过的，然后还拿了一个什么全国冠军嘛，哦，然后现在世界前段时间那个世界什么比赛，现在四强吗？不是，再赢不就进决赛了？就现在世界大赛四强吗？哦、那很厉害，李维新应该。成名很久，丁段更早一些，比刘宇航可能更早一些。刘宇航的年纪是要跟李维清差不多吧？小一点，应该是要小一点。小一点，小一点肯定是要小，刘宇航应该要更小，都是20岁出头一点吧。但刘宇航是不是之前04、05的下了好多年的围甲？就是。啊他在国内比赛这个身影出现的也比较早，但是是不是近期的成绩？对，近期应该有一个突破，成熟了吧？刘宇航还是挺有希望的一位棋手，因为他的棋确实有他自己的理解的，就是小时候就能看出来，他不一样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很难对付。丁老师的学生。对，小时候教过，小时候教过，就还没钉断的时候，没钉断的时候，就冲断的时候，跟他下棋觉得很累，有点很不好下，计算力也很强，就是明显就是天赋型的，这个有，其实跟柯洁那种感觉有点像，那就是零零后吧，年纪差不多，04、05的吧，应该是，20岁应该都没到，那还是很年轻的，他应该比李维清还要年轻一些。因为我感觉李维清定段更早啊。这点一个，哎呀，这黑棋靠两下是想攻击中间这块，找头绪吧，不然怎么下呢？这棋纯就是不知道该干嘛，纯收的话控不够啊，收不过。就是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策略嘛，想办法乱中取胜啊，你这个就正常来说你走这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，那么就慢慢下嘛。但形势不允许，我觉得黑棋的下法属于是怎么样，看看能不能在乱中制造机会，白棋如果有失误的话想办法去抓机会。但是讲道理，从白棋的整个下法来看，黑棋还是显得勉强。这是啥情况？搞，就是我觉得该是到了体现搅局能力的时候。刘宇航呢，战斗力很强，就是搞，丁老师比较了解，搞事儿能力很强，搞事情。好，我看一看，搞事情，拐一个，把
时。再尝。搞完了再砌掉。这是搬柱拐，然后再爬是吗？哎，团柱是吧？这起啊，团着啥的？对，我觉得刚才粗粗搂眼爬好像有点勉强，拐完之后打不住，团这个能吃掉。嗯。黑的就弃了。黑弃了。嗯。那这便宜吗？这一串？他就这样靠了收，应该不亏。本来以为目标是中间。然后下着下着就把这块目标是中间给收了，白棋可能应对的也不错嘛，哦、没办法了呀，就只能也是只能这样、是吧？反正弃子吧，我觉得黑的亏肯定是不亏，但作为白棋来说，倒也是捡明了，嗯，没给黑棋找到什么机会，对白棋来说就满意啊。嗯，黑的还是回来收，长，再把战线拉长，形势现在肯定是白棋好了，这个，哎。尝一下，虎住，虎打就粘上，切就粘上。哎呀，骑在这儿，粘然后挡下去啊，这个挡应该是对的，比长一个要好很多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嗯。如果长这个被白棋这从这飞出来，黑棋这棋就太无聊了。围这拐住，围这太小了，太窄了，太窄了有点。嗯，因为黑棋可能要把着眼于这条边上。哦，要围上面。这条边是最宽阔、价值最大的一个方向了吧？嗯。搬。搬一下。嗯。搬完大飞，白棋是没有肯跟着硬，先搬粘这个，就我觉得这地方谁能争到先手很重要啊，那好大。对，我现在不能走一个吗？怕断嘛。啊，这啊，对，这还有个断这两个字。嗯，这好像得拐两下，拐两下断我就可以靠了。这样的话我脱先断靠，但好像有点看不清，好像被搬出来了。嗯，死了好像。搬完拐一个就死了。就现在还是不能脱先，这个断靠的话搬。打完长的时候黑的简单一拐。拐我冲呢。好像就冲。嗯。滚包完了是什么？那要不然这个，反正好像白的应该很危险吧？这个呢？这个是不是死了？这个好精妙，我拐卡死我了是吗？这是不是也死了？死了，这你团是吗？死了，丁老师这个粘好棋，粘了管，粘就管，哎，有点。等会儿粘一个，我咋感觉这个风险太大了，这白棋。哦，这对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漏算了什么，反正感觉这白棋贴你管没事。那就暂时没事吧，但这个我就算刚才拐这个搂完包好像也是看不清的吧，反正我感觉这种棋一般不能脱棋。暂时确实没算出来黑的怎么能杀白棋是吧？对，但确实白棋看着很凶险，这味道也太坏了，这好像不太会脱闲的，或者说黑的如果外面有什么接用啊，接用好像很难接用，行吧，反正他还再贴一下，我觉得贴一下没什么问题，贴完好像啊再断一下，贴完断一个，对，啊还是算是花一手棋把这个补了，嗯，但这样是不是被黑棋有点追回一些？我感觉，反正抢到这个了，
围了块空，能够追一下实地的平衡。飞下去车好大，靠，又很薄，就是这个反击，不知道他是算到了什么，白的也很强硬，对吧？换一个啊，就脚就没了，我以为他是要粘上的呢，不能粘啊，这样的。这色脚没了，不大吗？这我挺意外的，说实话。啊，这脚好大呀！整个先手把这块孔破坏掉了。不是啊，但是整个转换，我觉得从目数上来说，黑棋应该是便宜的吧？是破坏掉，但我感觉，反正我觉得黑的不错，这局部来说。那这个断的时候。能粘的话，黑又长回来是吧？对，我以为他是要粘，但可能他觉得粘完没棋下，没棋下，断一个先手。那他靠的时候，应该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，因为靠肯定会第一感就是黑小尖嘛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想下成实战那样。那我，反正我觉得实战那样不怎么好吧。这白的会好，进来。这棋我感觉黑棋追回一些。这现在是什么比较大？尖了一个。联络了一个，中府三个子联络，这个看着目数挺大的一手，这好像断了，哎，对，断了一个，断完点了一下，空体不粘那下。目数是一样的，就一样的嘛，对吧？好，那啊，就保留一个将来挡下来是吧？就多了一个六目棋的官子，本来呢是可以双方解决掉的，一人得三目，实际上就是放在这儿多了一个后手六目的官子。虎一个。刺的时候滚打。哎，怎么感觉？你有没有觉得白棋好像在被黑棋奋起直追？被黑棋追回来了很多，是吧？对，我感觉啊，这黑的好舒服啊，这对吗？这白棋，那被黑棋再滚个包。粘上，啊，然后要补这个倒也不是怕断了，就觉得病一个也大，病一个难受，只能单关粘再被爬一下，所以现在也得补这个了，补这个黑的还能把这个切回来，哇，这后半盘白棋没少亏吧？从这步靠开始，就是怎么？白棋收获很小，我感觉。就感觉是白棋是不是对形势判断上有一些失误的地方？因为这靠的时候肯定就想下成这样，包括把对方打进来。对，他可能对这个图的判断有问题。但这么交换下来的话，确实是亏不少。因为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下胜率，差好多，就是确实从这靠开始的有一些变化。就一直在亏呗，感觉这走完可能还好，走到这里的时候亏的有限，但是这里下完之后黑棋明显都领先了。感觉这个刺是不是也是随手棋啊？这边滚个包好像也亏了。现在是黑棋要优势。滚包完贴这个，就是白棋到底在走什么了？
这个棋，贴还不能走外面，那只能拐过呀，出不来了，不能走了，再走黑的长怎么办？总不能尖过吧？那爬过的话就有几段，那出不来了，只能直接爬过。黑的这还先手吃，对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先手吃，白的尖到这儿。啊，想尖一个，然后再卡一下先手。对，我们你可以总结一下嘛，从白棋靠开始，白棋现在这块棋一二三四五六这几目，点八目都勉强以后。嗯。啊，算黑棋打这个吧，五六七八九目棋，本来我哪怕不靠我就立着呢，对不对？九。或者我就二路尖，我这块空好像也不比现在小啊，就白的目肯定是没怎么长的。黑的这个角长了15目，白的破了黑棋15目也差不多吧，嗯，大概破了15目。对，但是黑棋中间多了好多呀，黑棋还走着滚了个包，还把这个子吃了，黑棋还争到了先手。嗯，对，如果当时黑棋白小尖被黑棋围的话，白棋这个扳完什么都是先手，可以把黑棋压下去，中间这一段黑棋没有子了。那中间这个是差的一个差，这个出入是不是？对，其他目数可能差不多。啊、哦，黑棋这里其实还有一些，也没有全破光。不过我觉得白棋的下法，甚至于是不是，如果说这地方白棋要落后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黑棋打的时候我就直接飞出来？这扳的场有那么大吗？没那么大，我就当成自己点33好了呀。就你长完挡这个，我就飞那个嘛、啊，飞这个是吧、嗯？这个飞出来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白棋比现在好太多了。就是他搬了长都没必要，他搬了长后来在这落了个后手，黑的抢到了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太大了。我这不搬长又怎么样了？你最多搬了段，你应该不能搬了长吧？我再爬一爬，我再拆一拆，我觉得好舒服。嗯。你如果搬了段，我就算。吃这边感觉白的也行啊，就黑棋还是这里大，对吧？这里比这里要大。我觉得对他搬的长好像就不大，这手棋是吧？我也没看呀、嗯，我个人感觉，反正实战像这样，黑的飞下来应该棋变得有的下了，但后面操作完之后，就时空一直在追啊，这白的空我感觉在、嗯、一直在亏。现在反正从这个 AI 的胜率上来看。黑棋稍好一点，那也是一个军事、啊、稍好一点点，黑的已经优势了，嗯，一点点，让白棋跳一个。我之前有一度看黑棋落后将近10目呀，应该从好像从这里开始，我感觉这样这个时候至少落后一个贴目吧、嗯，现在已经领先，就收了一会儿，刮了一刮，刮出一贴目来。嗯这个后半盘是不是收的有点问题啊？靠，你这种东西还是刘宇航比较棋形上擅长的是吧？对，没事来搞你一搞。哦，然后立这个，你收4目是最大的，不是，也没特别大的。点了一个啊，就下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跟上了这盘棋的进程啊。现在下到这儿、嗯，对，下到点，到嗯，官子决胜吧。现在形势拿胜率看，好像黑领先一点，是吧？1.5，其实差不多、嗯、是吧？就是细棋，稍一稍优吧。点这个。就看收控的这个讲道理，官子好像也不算特别复杂的那种，看看他们怎么收吧。嗯，白棋中盘肯定是有问题，我觉得这棋应该算是比较好下的一个局面，就盯了个形被追回这么多，好像是没下好，他优势意识太浓了，应该是有优势意识的，就想尽量下的简明一点、嗯、
不是这个断完了开节，然后拿点三三找劫财的下法，肯定也是浓浓的优势意识吧？嗯，确实这感觉把所有的这个变化全都下掉了。或者要不你也不着急开嘛，就开先放着吧。对，反正下的有点求简明，我觉得白棋是比较求简明的。嗯，对，吃这个。这个给走了一个后手六目，胜率上看怒亏两目棋，这不行吗？瞬间从优势 1.5 目到落后 0.5 目，亏了40个点。啥？胜率亏了两目棋40个点？胜率显示是这样吗？然后就下到这里。就关子的时候，这个胜率的浮动是比较敏感的，是吧？一步棋可能就亏半目，可能就亏好多，就可能胜负都颠倒过来了。那这个的意思应该还是在中间走比较好，是吧？哎，其实这棋我看着那么悬的慌呢，这他断先手呀，你把它看成一个立二拆二就安全一些了。立二拆二，对。那我这边比如点一个什么的，那他们现在也没有下棋吗？我们可以摆一摆变化。给我，他就是要断。我就提，把这提了。那你不要说我危险。这再点一个。哦，这边危险。这确实没想到。我感觉悬得慌。还有组合拳呢。悬得慌，好像也不至于吧。嗯。好像你这冲是先手啊，对，我本来想不行，这冲先手是夹死的，这一脚可能是把自己要踹死了，踹离乎了。嗯，黑的自己也不够厚，没棋，但是就是说你吃这个并不是最佳定型方法，对吧？当然具体怎么定型咱也不知道 AI 的图是哪个。我感觉跟你这个确实有关系，应该是要在这搞一搞，但怎么搞好？先动手啊。嗯，人类还是比较迷惑的，不知道怎么动呀，也怕亏嘛。嗯，哎，我先点一个呢。啊，你点我应该只能粘吧。他们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读秒吧？我感觉这步棋下了挺长时间。这是。我在靠这个。几点看一下？十二点半看一下。迷糊不？就问你迷糊不？不是，这要干啥？主要是我就提一个，我就主要刚才吸取刚才的这个经验教训嘛。我刚点到这儿，嗯、然后这冲击你的话，不是被夹死了吗？那这好在哪？这是我也很迷茫啊。我这不是这有个子儿吗？那有啥用呢？没用吗？不是我吃不了你，你也不能懒着我回去啊！我就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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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，我在说什么？你拦不住我呀！对，你能回去，那分段应该是分不到，断不开。但就是可能有先手定型的好方法，他实在是他也没有觉得怎么定型好嘛，就这样。对，断完之后搬了一个这个，搬应该是要，哎。病吗？小尖行，小尖不行吗？病一个，是不是得病？他是不是想打住？我感觉他有点想打住呢。打住和病一个不是一样的吗？啊，打住直接打劫啊。嗯，就是这样，你就并在这，将来这个打也算黑棋的吗？那这被打一下呀。哦，对，不打完我打住你怎么收啊？对，打完之后是打这儿的。我打这儿了呀，你不能粘上，粘我打这儿。对 对，这差一点。所以，我感觉他想打劫。打劫是不是还挺？算劫财。这个断好像不是劫吧？已经不是劫了，那可以打住吧？打住这个劫打黑棋提到这儿，如果不走被打了提啊，活棋倒是哎，
算活吧。啊，病回来了。嗯，还是病了。那不打了。嗯。不打了，病回来，忍了。就差一目棋，他打跟病差一目。啊、但打好像只能打劫了。还比较细啊，这个棋。现在变细了。嗯。这棋，白棋感觉确实收的不太好。这棋能变细的，感觉本来优势挺大的，我觉得。嗯。长呗，这没什么好留着的了。刚才是留着当劫材用的。嗯。现在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留，肯定要长，要长的。长掉了。尝完就不知道走什么了，怎么个定型呢？这个东西是几目了？不太会点。六目，差不多吧。反正不小。我感觉应该这地方下棋最大了吧？不知道走哪大。一下，现在半目胜负啊，那是挺刺激的。我有点不太明白，我现在看 AI， 我就发现经常就是谁下谁掉点，就是 AI， 就你走完一步棋之后，白棋的胜率就上来了，但是它这个题也必然的嘛，就有些时候下一些肯定是 AI 的一选，但是胜率也在动。就是在没走之前胜率是一个标准，然后走完可以提一个就掉了。对，就是刚才这样的时候好像是黑领先 0.5， 这样白的领先 0.5， 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嗯，就走了一些绝对没问题的棋，但是胜率是不一样的。半目胜负，他有的时候一味求稳，过于求稳的话，反倒让这个局面可能更接近，是不是？本来白棋肯定是开始优势很明显，想优势肯定下的简明一点拿下这盘棋，它越来越接近到后半盘的时候。但你说简明吧，它这东西好像也不简明，简明点，我觉得简明点，尖一尖，搬砖走一走就算了啊。嗯，非得靠出来弄黑棋吗？是的，哎呀，半目胜负。而且这盘棋的格局，我感觉半目胜负双方官都挺难收的，因为小官子还特别多，没有明显大官子，先收哪一个也是个问题。就是你可能有一个稍微收错的那个，就不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完全收对。这主要是选点问题，这怎么收呢？就是你觉得这些是飞好还是跳好还是贴好？这，公共地带也比较多，有点难。有小关子。对，这地方的定型是点的吗？应该是点。是点，点，点完就搬回去是吗？那点完搬回去好还是就挖掉好？就挖啊？不能挖吧？不能挖。我觉得挖挖不能争先手吗？太损了，有点损了。我真先手再跳进去也先手，为啥先手？靠死没用啊，你跳后手啊。哦，有点损啊，贴着收的，我都不知道中间怎么收好，他贴着收的，别把黑棋猴，黑棋也不是跳，是猴。猴白棋有这地方定型确实挺迷茫的。是走什么飞还是？就收那个呗，这边收不知道走哪一个。会不会有点薄啊？现在？啊，这有个猴了。我顶你，顶你。嗯。会不会有点薄？你得补一个吧。小尖，我感觉第一杆的小尖。比较扎实，小尖是点一个呢？
那只能粘呀、啊。粘啊、哦。嗯。那走什么？小尖看着是还不错。稳一步，慢慢收。但是能飞是不是也是想飞啊？飞完之后还走吗？飞黑棋粘上的话，飞黑棋啊，黑棋、哦、不粘上，黑都活了。粘上有点单关感觉。对，黑都先是吧？嗯。那应该读秒了吧？我感觉。12:30下到这儿也该读秒了。每放2个小时基本时间，就是4个小时基本时间。他走了吗？我感觉他走了，因为他又掉胜率了。没走吗？走了呀！我这是谁下谁掉胜率嘛？这关子我也不知道下的有没有问题，反正下就是掉。你说这急有什么问题了？谁下谁掉？对，就是有时候我 AI 这关子的时候。就是谁下就是，就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就该那么下，但是走一步胜率掉了。不知道。你看黑的一粒，白的胜率又回来了，这有问题？那证明黑棋可能要先交换一个什么次序，那个次序可能很就是这个东西，白棋本来该在中间逆收的，黑的可能要中间先便宜。对啊，应该是这个逻辑。但是很难很难。那到底中间那是哪一个？可能只能他自己知道，看胜率了。对，就是可能 AI 变化图知道。嗯，这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个次序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些还是有道理可讲。但是像刚才什么尝一下这种，那就提一个胜率都不一样，提一个莫非也该先交换一下？不知道啊，飞的能飞，感觉比尖要积极一些。那这棋形尖王一夹是什么？没气。尖呢？尖只能挡住吧。我一个。你打死了，尖死。哎呀！那就粘上吧。也只能粘，嗯，粘上还行，冲不进去就还行，嗯，就尖一下，尖了，挡住了，那家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哎，就尖了一下，黑棋又便宜了，嗯。便宜在哪儿呢？就加吗？嗯，好像很细微，很细微。嗯、这如果挖呢？挖退吗？挖完是啊？打呢？哦，挖只能退啊。嗯。啊，那还是挖吧。那就管他呢，就这样得了呗。啊，就冲过来。冲这个是不是还先手啊？你不走，我有一次，是不是？嗯。这样冲完之后，白棋这个子价也变小了。那好像亏了，那我感觉亏了呀。这样白棋还落一后手，后手围了四目棋。黑棋可能会把那个收掉。黑再把这个走了，这个子也吃不着了。本来这两个是见合的。那我感觉挖一个是亏了吧？没走。那直接吼了一个，直接吼了一个，嗯，现在五五开，黑棋现在五五开，半目胜负，直接吼一个，小关子他们还且收呢，这个棋。我估计至少还得下半个小时以上吧。嗯，这个胜负现在也难预料，对吧？这现在半目胜负可能是我们比较负责的预料。你说谁赢面大，我看不出来，他们胜率也在波动。是，好像一直这个未知的关子太多了，这盘棋。哎，这个棋黑的不走，把它打这个不舒服吗？
打一下感觉便宜了，打了打先手，对啊，对，他挖是，确实是，嗯，其实我觉得 就中间定型比较关键，还漫长吧，这盘棋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盘棋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完，一会儿要还要给大家讲另外一盘棋，我们请丁老师给我们简单的那个判断一下形势吧，看看这盘棋怎么样。我判断过了，我数一下目。我觉得我数的没有 AI 准，就差不多是吧？半目胜负。半目胜负。这个数目主要还是牵扯到中央的定型问题。你这个你让我怎么点？我你很难点。可能需要给点时间。是，我不知道怎么点。刚丁老师也说，这盘棋要继续下下去，可能要下半个小时以上。对，那确实也是一个小胜负的一个局面。对，主要看中间定型了。是。那我们这盘棋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我们在那是由李轩豪对阵王兴浩啊，这盘棋是李轩豪的黑棋，王兴浩的白棋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棋。第一步棋先来一个三三。嗯，三三会掉点，啊掉点。是第一步掉点还是三三就掉点？就第一，反正第一步下三三就掉点。哎，不明白了 ，AI 的这个难理解。嗯，然后直接就来了。反正就看大家定式背的怎么样嘛。嗯，这个反正都很熟练的东西了。这个白棋直接来，是不是因为跟黑棋那边三三有关系？因为正常那边如果是小目什么的，白棋直接上来走，这个是比较少的吧？嗯，反正也能下吧，总是能下，然后他拐这个，反正这期有拐和断完拐的吧？嗯，断也分打哪边，也有拐的，有打的，就断完拐，可能黑的就跟着搬了。这个图是以前比较常见的。对吧？最常见的这个下法，嗯，长，就像这样，然后再拆这个，这下就压不到是吧？嗯，压得到。哦，压，黑棋长吗？简明点就长吧。然后那这个图基本图嘛，但是他实战直接拐黑的有点不肯这样下，因为这下，因为黑的长到这儿就很厚了嘛，这个断没什么用的。但是断有可能损目，万一以后挡住这搬白棋先手，那断就变成了一步损招了，挡住之后这明显损目了，所以他没断这个吧，黑的就不想搬了，黑棋这时候拐这个就变成优先的一种选择，这样的话这下就断不到了，所以在这个好像跟次序确实有点比较细微的这些讲究啊，还是有一些道理在里边的 AI， 就白棋，断一个常见定式，然后不断直接拐也可以下，是另外一种选择。另外一种下法也常见吧，这个也拐也有拐的。对，就长好像黑的就不走，就拐这个变成优先选择。嗯，让白棋飞这个好像比较的积极的下法吧，正常好像跳也可以，那就这样嘛，跳完走一个。是挑战吗？不太确定啊，还是拆远点，不知道。那跳有跳黑就飞起来吗？嗯，这个好像有点谈不拢，黑的不能爬呀，这爬没心情吗？嗯，跳出去。那脱先感觉有点软，脱先被挡住也很大，对吧？有点大。还有点走。以后如果一直不走，有点难受，被人再一跳，这还有点。所以这个不能跟着下，也不太肯爬，也不能被挡。那这个黑棋实战的下法是引证，这个是在引证。一个，这个而且是最积极的引证，靠一下，然后搬。这太激烈了。这也没引上啊，没引上，还有之后是吧？对，他怕引多了。搬这个你就不打了，他担心黑的搬，担心白棋就转身了溜了、就这边如果亏太多，白方那边就算了。对，他不想在那边再走太多了。嗯，他要确定你把我真死，然后再继续引，是这样。
后打吃。嗯，打完粘应该本手。然后还是没引到呀，我还得管，这下就引到了。我刚才很惊讶，就是然后看到了这步棋，这不都摆错了吧？是这儿吗？是这儿。这个好像也不用太惊讶，因为我防引争。要看了一下 AI， 这个不是最好的下法。那这个大家也能看明白，这是为了走这个，那这不是提手棋提得更干净吗？这个对那边作战有用。那边就是这个时候是要做一个判断了，这对这边来说你可能提示干净嘛，或者但是其实很 AI 现在很多的甄子提都好像 AI 是觉得效率不高的，你补在外面就是怎么说呢，它的感觉好像更有用一些。那我们原来那个棋理的理论就是一手棋提干净这件事情不是绝对了，好像是不对的，不对的，好像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。对，因为现在看 AI 甄子补甄子的时候，都要追求效率。那一般我看效率就是一般，可能在这个区域多一点。对，往画到这里来，这太远了。因为这盘棋来说，现在这地方黑棋的引针势必要形成一个激战的，黑的这个棋是一定要打了挡下去的，不然就不严厉。哦，打了挡下去，白棋可能就得断啊。那我理解了，打起来的话越近越有用。对，所以 AI 说这个棋最好的下法是这儿， AI 说这个不够近，我只能说要走这儿。这是一选，这我也是刚学的啊。这个是 AI 的一选，虽然这是 AI 下的，但是我也是无数个问号。这是主要就是黑棋肯定是挡了要挡，对，就是你还是打了挡我断，就只要黑棋挡了不挡，如果补个断什么的，这棋局部就是白黑的亏多了。不严厉就不严厉，不挡下去就真不挡下去走什么的，虎一个也就不严厉嘛。所以说问号，所以我们试着去解读 AI 嘛，就它的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怎么去理解，我觉得就是他认为一定会在这战斗，那我这个子一定要越来越近，越近对战斗越有帮助。就不管白棋下哪，黑棋都是打了挡下去的，一定的是吧？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对，一定要打了挡下去。就如果是打完之后不挡，这个被出头，就这个子被争下就太亏了。这个损的挺多的。太多了。对，白的这下其实损的还好吧，损的不多。对，所以 AI 已经判断出了这地方必然发生战斗。所以那这么说我理解，那这个思路还是对的，思路是对的、哦、是吧？只不过可以再过来点那是不是这步棋是王星浩下的、应该是临场发挥吧，临场发挥，如果他摆过的话肯定知道这个选点是在这里，对，应该没研究到，那放在这儿的思路应该也差不多，那下的还是好，就是自己想下的已经很好了，对下的当然已经很好了，但是这思路很贴近了，但是现在严格来说，你不能没有研究，你没有不能没你，你就算思路很对，水平也很高，但你没有研究，你就是下不出来，很难下出来，这谁能下出来？这就是这个。我要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，倒是也可能能滑到这儿。但你可能走你的思路，顺着这个思路下去，你的思路走不下去了。首先，他的这个思路，一般人我觉得是不是就？反正我真没想到，就是还要考虑到这个将来作战跟中间的关系。他考虑已经想得很远了。他考虑到会战斗的，下得挺好。就战斗起来，这地方有没有子？很重要。这差太多了，差太多。这个子放这儿。这对作战有很大帮助。你先把眼做出来。看这。但棋依然是一个两分的一个激战，长，这个还比较好理解的吧？战斗，这串的定型，都是棋形的要点。然后加一个，那啊，这个子还真是有点帮助。对啊，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子还挺重要的。加完一跳。呀，这是跑这个，
这个时候肯定就脱离研究的范围了，他肯定都是自己临场发挥了。一子多用的感觉，对吧？嗯。还有带着引针。对，留一个巨大的这个穿线眼破绽在这里，引你往里跳，是吧？这心如果我就往这下呢，就中计了。那肯定黑棋是希望白下这嘛，有这么大一个棋形的，哎，我就飞出去，啊。不知道呀，不便宜，这么看老师也是不便宜，感觉怪怪的，不便宜。那实战呢？实战贴了一个，反正也防这个。贴的时候，嗯，飞起来了。这个，我觉得。每一步棋的选点其实有很多种方案。这脚上是活棋吗？没活呀，打结活吗？点一个。嗯。哦，点一个黑棋挡住，白棋挡住。嗯。然后尖回去，打结活。但是这个东西我也理解不了，因为我看了一眼 ，AI 说这个棋局部黑棋局部最好的下法是小飞，然后我盯着这看了半天。我这个现在计算力，这小飞不是进活吗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对，但是 AI 说，黑棋让白棋进活，比打劫好。我其实我还不是很理解，但是 AI 觉得打劫黑的不便宜。哎，不过要让白棋进活。不过关于刚丁老师说的这一点，我之前。嗯，就拿 AI，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什么跑的时候，就好不是这个棋形啊，别的棋形也是有类似有打劫的时候，它都不打不开。但有些棋形我可能能理解啊，就比如说你打劫，我自己也很重啊，可能我也有负担，嗯、这个对黑棋来说是无忧劫。就是哪怕一般我们的思路可能是，哪怕我觉得打劫不便宜，我就先不开嘛，嗯，我放着，嗯，我不走好了。嗯、他说要马上走掉。我一定要让你进活，现在就走掉，就现在吗？那就现在，现在在白棋下嘛，白棋走一个这个嘛。现在该黑该白一下，飞对白棋飞嘛，然后黑的二路跳了一下，就这个时候，就马上走掉。白的尖先锋就是他就要走掉，他就说他就是要他就要走成这样，他就要走成这样再脱先，我也不是很理解，就是他就让你活了，然后他好像就看他也会了，他就断了自己打劫这个念想。但这个不太可能，人为棋手能主动选择放白棋活的，不太可能，我觉得。而且他走完之后脱先，那不如直接脱先呀。他走完就那个粘也不粘了。不粘了就脱先了。那就飞两下很舒服。那我感觉这木头上是不是还不如直接脱先呢？不懂呀。本来白挡黑斑粘也先手。不懂啊，斑粘不见得先手，但是。就是。啊，反正不是，因为尖是打劫活，谁会觉得往这飞让对手活会更好呢？我，对，主要这里是个无忧劫，黑棋尖到这儿，白棋想开劫的话挡，得挡吧，挡到这儿，啊，不是无忧劫。但是你也不会扑了打完再这样吧？你这个我削完劫你也没气了，白棋打劫一般也就直接扑了，除非你认为你劫才绝对有利，扑了打掉你。嗯，然后能提到这儿去。但不管怎么说嘛，不管怎么说，劫黑的肯定比白棋轻，对吧？嗯。那我本来比你轻，咱俩现在相安无事的处理完，正常的逻辑我肯定是不愿意的。吧，但是我能理解，因为可能这些走不到啊，可能跟气有关系啊，外面复杂呀。对，因为我看这棋好像是这样的，嗯、当黑棋选择白棋，哦，对，黑棋飞这个时候，白棋不是这样进活吗？他说白棋不能进活，白棋要搬这个，白棋一定要打劫，白的不能活，这个。嗯，体会一下就好。那我提的劫材在哪儿啊？断这个。断这是劫材吗？不知道，你也削不好。哦。你吃的也不舒服。就是如果我粘上，削不干净。嗯，反正这边力不管里边怎么样吧，反正一顿搜刮。
你粘上之后，这里边可能还是有问题的。啊，上面还有什么靠什么先生？这个就太难了，就是他要搓这个就扳，你当然不肯粘了，粘眼位差挺多，肯定要打，就一定要打结。白的也不会去做活。但是我这样黑棋就不要跳嘛，黑棋直接他要走他这个嘛。那不跳那加这个很难受啊。加有力。不跳太薄了，他可能。我就说如果他搬不了了嘛就。那可能另外一回事了嘛，哦、就别的我肯定不会搬了嘛，就另外一种下法。这个，总归 AI 的这个思路很难懂，很难猜。对，反正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思考吧。我也不是，我感觉有，我还没体会完全清楚。因为 AI 认为这棋要飞，因为职业棋手应该只会尖，这棋我感觉谁来都是尖。或者尖完之后白走再脱先也比对，要么我就不走。我觉得开劫不好，我会不开，嗯，吧？职业棋手能想到我不开，嗯，但是我不会想到我要把打劫的变化自己卖掉它，完再脱先。对，就是我让你活了，我再脱先，这个我很难理解。对，但是是 AI 的，他就这么说的吧？就这么说的。我们还要学习。挡住，慢慢再体会一下。挡住应该是尖了一个，对吧？啊，小尖。咱们的这是正常思路。对啊，正常，咱们世界冠军的理解也是肯定要打劫呀，我放你活。然后，白的肯定也不会马上开，白的这一方先走，飞的就粘上。嗯，这还挺必然的，滚包。完这串定型定完的话，白棋其实压力也挺大的，这都不要了，都弃掉了。这里边是干净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白棋好像更领悟了刚才 AI 的意图，就是能活不要活。这里边是啥？里边打劫吧。里边不打劫吗？挡一个吗？还能进杀我？挡一个，打劫。先不打，先放着，因为气很长。白棋搬一个，白棋长一个。然后顶这个，靠！靠完是要断的，一顿暴损。这个下法很需要勇气啊！是断完粘了一个。这个强行争个先手，就为了这多一个子儿，上面是损好多，为了多这个子来顶黑棋。太复杂了，我都已经看晕了，这是啥情况？顶这个？顶这是要跳吗？我跳。跳。顶这是跳。啊，就没有这个子的时候顶不断，那我点这个先手啊，我就挡住就行了啊，我肯定跳嘛，反正你不会再来走了，我因为我刺先手，就是他要顶断黑棋，因为你现在如果跳的话，他也是挖，强行分段，黑棋是觉得跳这个好，黑棋跳这个，然后白棋小尖，黑棋长，然后强行封锁，挖完再一挡，挖完之后。挖完再一冲，挖完再一冲完再尖住，弃子啊，他觉得里面吃的应该不干净。白棋是一个弃子的一个构思，这东西呢，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对棋手来说是判断吧。里边我估计双方也能看上，应该是个缓气劫的样子。如果紧气劫，黑的好像是没法下，也好像没法进吃，应该是缓气劫。然后就是整个的判断吧，缓气劫怎么打，
就双方这盘棋就围绕着结针的构造来展开了。很难，这一棋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判断，怎么缓气结怎么开，什么时候开，劫材怎么找，怎么补，以后的每一个定型都要围绕着劫材在思考。嗯，黑棋力外先度过。黑棋有利的缓气结是吧？那肯定黑棋有利啊，白棋有利，黑的还没法下。景气结黑的都没法下了。然后黑棋现在这个时候脱先，这里边就缓气结吗？哦，白棋搬，黑棋打吃，嗯，缓气结。哎，我这搬一个呢？搬一个变成景气结。对，你要这么走就变成景气结。但是呢，黑棋的意思就是：第一，你现在没有结；第二，我有本身结。你现在跟我走紧急结，我不怕，咱就打。黑的不想再补了，黑的如果补，白棋抢一个大场。黑棋这个角不是说吃了就一定好呀，吃了不见得好啊。嗯。所以黑棋所以说这棋太难了呀，就是每一步棋都围绕着那个结展开。白棋什么时候才能开，对吧？嗯，这边黑棋行棋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一就相当于是一个紧气结，啊，有一个还有一个隐患在。对，有一个隐患在，但是双方其实也得数啊，是有紧气结，但是黑棋到底有多少个本身结呢？对，像黑棋冲了断都是包长，是不是也是？对啊，冲断袜粘应该也是啊，就是你其实也不好开，白棋也不好开，白棋也不知道造结才造成什么一个程度能开。嗯，所以也是不好开。看上去双方好像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啊，好，战斗告一段落了。其实现在的每一步棋看上去在别的地方战斗，双方脑子里想的都是那儿，对吧？我到底怎么下？这棋下的很烧脑，这很烧脑，这个格局。这其实他们两位棋手下的棋风都属于是战斗型的吗？李轩豪应该不能算战斗型吧？李轩豪现在不是，主要是大家觉得他 AI 的吻合度很高嘛，嗯，这个下的就是比较全面的呀，嗯，就相对均衡一些是吧？对，嗯。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谁还能算战斗派。现在有 AI 之后，其实从布局前一百手其实看不出来什么，嗯，前一百手大家都下的都很不错，这是看中后盘的定型能力了。嗯，跳一个，跳在这的时候，白棋是像这样乱战的局面，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少不少了。对，而且这盘其实从一开始，嗯，第一个局部开始蔓延战火到这一，对啊，这是第三个局部了，就相当于他们是一个大战场，没有点，他是贴回去了。这补了一个，那黑的也补一个，嗯，黑棋也补了一个，等于一人紧一口气。这也是缓几气结，现在应该是缓气结了，缓一气吧，至少现在应该至少是缓一气。嗯，贴就是你不贴这个呢是有本身结的，但不贴这个黑棋本身就不是，不贴这个是紧气结，刚才搬这个是紧气结嘛。但是你如果你不贴这个呢，黑棋又有好多的劫材，它其实达到一个补了很多劫材的一个效果，而且本身也有价值，也让自己变厚。这冲断其实挺……那这黑棋是不是刚才冲一下？冲一下有点损嘛，也因为冲还不能多了一气。哎，但冲完不断本身肯定是损招嘛。嗯，里和外交换，万一冲完跟断也都有关系。这个下不出手感觉，嗯，反正你贴就贴吧。缓一气结，嗯，好，这盘就下的，我就是刚刚丁老师说的，每一步都要想着这个结。对，现在都得想着那个结。对双方来说，这盘棋其实确实下起来挺累的。很累，讲的更累。就感觉讲的更累，也很累。嗯，因为每步棋其实它都蕴含着大量的计算在里面，就咱们还得想一想，还得算一算。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允许我们算的那么细啊，嗯，对吧？这个对局者，我觉得以这盘棋来说，给他们每方两个小时，我觉得都不够用的。
是。哎呀，这棋是压，然后团住，这是要开劫了吗？团哪了？团这儿。哎，不没是。团。啊，收气，收气，没有没有，收气。然后黑棋提的时候，白这是粘上。然后黑棋这儿收气。开劫吗？这是开劫，打吃，打一下，开解，也就是提掉，下到这儿不进去，开心开心吗？开应该不开了吧？哦，结束，下到这儿，然后飞起来。哎呀，这里边。就是缓一期劫。缓一期吗？缓两期啊？应该走什么？现在如果该白走，我白棋缓两期收劫，气。现在下成了缓两期劫啊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只能提这个。我提这个。我打啊，那那你就，哎，从屁股后边下是，这样缓两期劫。缓两期。对啊，缓两期劫。还两期了，这里留一个还两期劫，要白棋先走这个，这个是没有的，在这儿，飞，哎，小尖，这棋不往外跑吗？这是尖，因为我如果尖到，我能跑得更远。我如果见不到，我活了，我就不跑了，这思路怎么样？跑得更远，往哪儿跑？就是如果我要另一个，那我肯定更远了嘛。就是没有这个子，这个地方衔接有问题。那你切下来，我这未必敢呢，对吧？我多薄啊这棋，而且我还有两节放在那呢。小尖其实扎实嘛，他想就地。小尖。靠一下断，他挪嘛，长嘛也得，锁住了，打开了电脑控制面板，长，我感觉应该是长一个，这是。尝一个，没事，你只要不点关机，我觉得都行。我感觉是尝一个，尝一个黑的应该也不会拔。操作感觉抓只很高不太好操作，他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好了。但是他这个点一下前进，没有反应啊，那我只能这样啊，可以了。长生有点小意外，对，长一个长黑的打，反正白棋就要硬杀了，就要硬杀了。长的话，黑棋是也就先手便宜两下，这样就活了。黑棋走一个，这个拖断好像是为了拖这个。突然一拐，然后一拖，活了就完事儿了呗。拖退，拖一个点。其实我觉得这下的还算挺简明的呢，双方。是双方都简明吗？白的放黑棋活了。那对于黑方来说，黑方肯定满意。但是黑棋给白棋留下了1、2、3、4枚劫。这个是黑棋以后要注意的问题。这四枚劫财，如果你花一手棋补呢，你就等于浪费一手棋，而补也补不干净。这是白棋以后拿来做文章的四枚子弹。对，它还是跟这边有关系。然后继续，这个是这个确实，我觉得是咱们棋友们啊，可以就通过这盘棋多学习的一种行棋思路。有些东西啊，你不要直接去引爆它，对吧？像定时炸弹这种东西呢，你放着，其实对手是更难受的一件事情。你可以随时利用这个去潜移默化的去占便宜，你不要马上发动。
那这个断上去是要制造劫财，还追求这方面的？反正就是，对，就是制造劫财为主要目的啊。其从断处生，只要断开，我就能造劫嘛。嗯，断对，主要是为了劫财，我觉得。黑棋搬了一个。黑的也是不怕，继续也是招招强硬啊，我感觉打住，这也是很强硬啊。白棋打吃，黑的也是赶跑，然后打这个粘上的话，白棋是要度过，那真是要开劫了一会儿。嗯，就是这个棋白棋是完全不顾自己死活的，他是要搬吗？他有没有可能四个子吃了，黑的就没戏了？那不就是白棋这个就不用想了。我觉得他是要这个的。那我也往上冲。哦，我冲是不是？冲无所谓。哎，我冲你会不会？跑你打，不，你冲到关系不大吧？啊，就比被我滚包好是吧？嗯。啊，你是要粘上的。啊，我如果不粘上，我刚才不就可以搬这个吗？啊，那你要粘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撞气了？也没有，也没跟这气没关系是吧？啊，没关系。啊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图啊。那现在黑棋这边补一个，这白棋多了好多没劫。算造出来了吗？这是缓多少气啊？缓两气。这还有呢。好复杂。对，这还有呢，感觉要打爆。嗯，反正复杂，每一步棋都得抠着劫财走。哎呀，黑棋是打这个的。对，这个呢解明了，那拐下去吧。拐下去了。嗯，肯定是要拐的。然后冲。好，这样黑棋就放白棋回去。回去完之后。吃这个，嗯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定型啊？吃这个的时候，白棋打这个的时候，黑的不粘了，把这个提了。粘这个实在恶心，将来劫财太多了。这种棋形放着就是别人的子弹，这个提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灵活，贴这个。造劫财的一不是，这还想着这个呢，也是适应手啊，造劫财啊，反正我感觉是不是跟这地方将来是不是有做眼的可能？然后再爬这个，嗯，好，再拆边，反正这个棋现在应该是这样的，如果那个让缓两气劫，白棋没有大的作为的话，白棋控应该是怎么都不够。白棋实控看上去确实不多，对吧？嗯，所以就看白棋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了，感觉上有难度。越下我就觉得好像白棋是稍困难一些。靠，这靠一个造劫嘛，反正就是利用那个东西肆无忌惮的跟你瞎搞。哦，造劫。啊，对，反正你敢用枪，我就跟你打。那现在对于白方来说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无忧解？就是，就如果是这个白棋都救出来的话，黑的控肯定是不够了。但这块就死了，白棋还能下？就从双方实力上来说，不死了肯定也不能下，也不能下了。就是白棋必须要有，就是你今天得判断，我需要通过这个劫在外面获得多少利益才能下。就是一点力都没有是不能下的，就比如说就随便收官那种，收两个官子是不是肯定不行？不行，输了，白棋一定要开的这个劫。嗯，不开是不够的，光收官是收不赢了。问题是光收官我会跟着你收呀，我不会缩回去，你收我也收，我你占不到我便宜。就黑棋是不可能就是嗯，除非小官子补一个补是吧？啊。因为我还有两个补劫财的权利呢，你不是还两气劫吗？嗯，对，七班连班粘上，对，
飞的也是尽量的，骑行下的还是要完整一些。票拆一，挺好。看上去黑棋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。也很强硬，其实黑棋下的想把白棋逼回去再回来。白的说哪怕这死了就当他遭劫财了。靠，对，防这个断，高效的防断，像是棋形的要点。完全没有分段的想法，分段的话就劫财太多了，爬回去，因为目数是够的，黑的不用分段白棋。我感觉白棋越来越不好下了，黑棋下的好像非常的清晰啊。白棋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，我觉得这个劫也不敢开，对吧？一直也不敢开，还是没有造好，还两期劫。因为在你打劫的过程当中，他可能也会找劫，比如说他这个东西，他后来其实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跑，好像无所谓了。损点，黑的可以拿这个当劫财，好像走这个你不太好再继续开吧，因为你如果再损走开多了，有些劫你就不是劫了。还两黑的也是有劫的呀，等于说，点这个搅一搅。再点一个，其实就是在造劫财了，看看能不能造。黑的冲，冲的时候，喂，开劫，那开劫了，就是立这个之后就直接开了，因为再不走，黑的就一手棋补干净了。刚才这个棋其实有一个问题，黑棋补是补不掉的，对吧？所以，但是如果你开完之后。这一黑棋有个子儿，你再不走就被进杀了。就只能开。就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图，这个还两期劫，挡住，断，提前靠这个。这还是得硬吧，不硬的话这地方可能就没劫了。打吃粘上，提掉。点一下，不对，对，和白棋找这个劫是吧？黑棋打吃，反正现在就双方数劫财了，提掉这一盘棋，只为了这一刻。对，好，黑棋先缓一手。这样的话呢，变成缓一气劫，这样变缓一气劫了。开吗？没开，退了一个。那当相当于这是个劫财了。爬一个当劫财了，好舒服。踢掉。断这个。断完提。好了一个，这无所谓了，这好像现在损这些他无所谓的。我这棋直接开呢，
这是啥情况？开完还差一手啊，还是缓一期节？你开找什么节呢？这不是有吗？这个可能有，但是不是不多啊？因为这有个眼。这铺一个算一枚，算啊。立一个算一枚，这打也算吧？算啊。不能开吗？其实够不够？我就开一个。丁老师，该你了。起啊！这走了半天不开，手痒痒。提，我铺一个。然后我是点嘛？我是铺一个。提这样。那该还该我下？管我就给你开爆了，我就上去打吃一枚劫。然后找什么？我这点一个。点不是啊，点我就有眼了呀。那我想一想。那我这样，我不是刚才不找这枚，我想找这枚，我另一个。另一个不见得是吧？另一个你不用挖。很有可能不是姐。这边没有。走吃这点，我就活了，家还是活的嘛。那如果力不是，刚刚断的时候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开上去啊。你又浪费了一手棋，不是？不是，你刚才是说跑这个的时候没硬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时候没啊，我如果算你是劫呢？比如说。我提一个。这个当劫才用。你这就一枚啊。我如果先断一个呢？我开上去。我提。提。一枚不是够了吗？我不还可以粘的吗？一枚不够啊，你得两枚啊。这个呢？这也不是了吗？我这已经有断了。我这有个子儿，我找劫你不没硬吗？你开我，你不全没劫了吗？我。那我现在比如我打吃，你消劫，我提这个，你是不是得补一个？不补，我在这边再补一个。我有这个。有了，我先打吃嘛，然后你消劫，然后把这个提掉。你把我这轰了，我把这吃了，那不够呀。不够啊。肯定不够呀。我怎么感觉我吃的不比你小呢？你沾上我就把脚活了就完了吗？你就吃这么点儿？啊，不，我是直接。你不打了七，然后沾这个吗？脚还能活呢。我力还不活，这脚还不让活了。哎呀，这劫打的我有点晕了。我觉得白棋好像现在不太行了。不太行了。我觉得白棋不好操作，不好操作。那其实就差了一枚劫。那这一枚劫是我一直控制着的呀，你不要觉得就差一枚很可惜，这次可能是作为黑棋来说，李玄豪他一直就是拿捏住的，就高手可能就领先你这一枚啊，你会让你觉得你挺可惜的，但其实你就是没机会啊。那我先打这个呢？硬啊。那我不就多了一枚吗？刚才打你不硬了。那我断，那你这枚不就没了吗？你不一样的吗？你刚才拿着找这次我不硬了吗？那现在你走这我不硬了，不一样的吗？不，我把那个当最后一枚，我先打这个。我提啊。然后我提劫。我断啊。好。你是一样的吗？这是个公平的交换吗？行，看他实战咋下的。他硬劫了呀。他硬劫。他硬劫肯定是他觉得开不了嘛，不然他肯定开呀，开不了啊，他觉得。那个还没有呢。然后就提了提白棋粘上。再提，真是这样，我感觉白棋打不赢了吧？这如果这全是劫，怎么打赢啊？提掉。那这也铺了，这边铺完之后，这边没劫了。继续跑，怎么能跑这么多？无所谓的，全死光都赢了。提断，收官。那算了呀，算了。把这个给他踢掉。那算了，结束了。跳这个。兵王一粘啊，这个图我觉得黑棋确实能接受哈，而且这么下
一点都不损。嗯，但这个棋他们确实也挺费劲，这个棋我觉得形势判断也很难，好好点目，那地方得点不好可能形势判断有问题。扣两目吗？白棋才吃两个吗？对，觉得得想想，不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，反正想好了就行。扣两目，反正这样白的不太够，不够了，输的也不多，但问题是没有什么啊啊，黑棋可以把这个走回来。吃的确实感觉但其实黑棋如果没有这个关子的话，这棋白棋这个转化还可以，但是因为黑棋把最后一个大的收了，木叔就，但黑棋可能就想到了这个，然后顶住。主要黑的这跑几下全是劫，确实白棋子弹库不够了，白的不够劫财了，再继续找的话，因为那还是个还两期劫，黑的还能补，黑的补一补，白的劫不够。走什么？飞这个。飞这个。爬一下。这个关子好像已经没什么，虽然好像输的是不多的，但是应该是没变化了。就没关子了，基本上对，就很简单的关子了。是。就走完一家，这个就好像就这很明显，就肯定加一加，没什么大关子了。搬砖。粘上。对，这个好大。嘿，这个好关子，是吧？还得靠刀头削活。对，刀头削的话，局部等于双方没目。活为活了，你吃我两个，我吃你四个，下成这样一个倒脱靴。木数便宜，白的最佳收官的方式，双方没目。黑棋这里一目都没有。没有啊，黑棋吃对方两个四目，白扣提了四个，扣四目。对，哇，一目都没有。对，这可是这都是他们计算之内的，好吗？这官子应该没什么太大差距，这是最后是要赢多少？三目，两三目的样子。那这退回来，弯一个，挺大的，因为搬的话，这是挡住还得补。吃这个，这个是三目，哦，这不止。啊，不止一点，四目至少嘛。四目。四目半。这个是一二三四。对，这四目半。把这个粘上。是不是搬了一个？不是。找不着了。我感觉是不是也不用再说，胜负应该是没什么。对，这盘棋我们也看到了结果，最后是李轩豪执黑，黑胜二又四分之三子。那还赢挺多的，赢这么多吗？二四分之三子是几目啊？赢了
4-5还是？哎，那怎么赢这么多？因为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胜率应该差不多，白棋是好两三目左右。黑的好两三目。啊，黑对，说错了，黑棋好两三目。可能不那么准吧，因为有单片劫的关系，暗目单片劫什么的，可能，黑的还是明显赢，就黑棋判断清楚嘛，黑的消劫肯定是赢棋的信号吧。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嘛。是，很精彩。就很复杂，就从头到尾呢围绕着劫争来展开，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可能还是白棋勉强了一些，因为还两期劫一般情况下会比较的辛苦。还两期劫其实缓的算比较多的。就白棋从开始到这个劫这个思路是挺好的，但是不中间这个作战的双方这个接触战的时候可能不计算，本来也很复杂，对，很复杂，哪一步棋可能、这个、对、这个一旦变成缓气节，那会儿好像就是黑的还不错。对，就是这个定型下完下到黑棋挂的时候，黑的好像就占优了。但也不知道这个中间哪一步棋出现了，就可能这些靠段，其实我觉得每一步操作，反正从实战结果来看，只能是为结果论了，可能是有些狠，因为这些其实还挺损的。为了这个粘强行分段，在强行分段完里边是个缓气节。并不得好像，而可能定型上的一个区别吧。不过这个真的也不能太苛求，真的太复杂了这局面。这不毕竟不是 AI， 没有办法招招一选。对，我这盘棋的精彩程度也可以让我们亲戚朋友大饱眼福。下得很。就关于劫争的这方面的思路，怎么样造劫啊？怎么样去围绕着劫争展开这个行棋的构思，确实值得大家多学习。多体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一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。今天是32强的比赛，那在未来的4天，每天都有中国围棋冠军赛的比赛，让我们一起持续关注。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